里是玄关。因为你可以付得起，对不对？那对啊，应该没问题。两个人都有挣到，他也不要你工作很高，这也是扣保费，也不是说好，也不是说什么，对你的说好，他好在。那我的那个，晚一点跟队友说电话。他很清楚，你就给他打电话，对，因为他那边运作可能是就是约，就是先跟那个人。就是钱，就是那个管那个看那房子的人，好，我有。他公司就是美国人，你知道公司都比较正规嘛，然后你叫他说你叫我让给了，他肯定给你接的，因为见他们那边，我想我 A 的，应该没问题。对。好漂亮。对呀。这是客厅。自己装的吗？不是我自己装，我是挑了叫师傅来帮我装的。它其实是白的，我家是金色，可是我发现白的。厨房这个非常的酷，在这里，你看。因为水晶都很大，这里是我不要很大的，很因为这房子很大就不适合它。厨房呢不是很大，但是够用了。这个很好，好。然后这个非常特别的在这里。真的吗？这个可以关起来。关起来的时候呢，它这样子就会变成是一个密闭的空间，像你煮菜油烟的时候都不会跑出去。就可以收起来，然后冬天、夏天开冷气的时候也可以这样子，这样子的话冷气就不会跑出去，这样就是一个透明的玻璃。交通又方便，你上班好近哦，左边就是高升波华北方大道哎。然后这是主卧房，这里。你这边去12-13路，然后呢，床、房间、灯全部都会一起来，所以说灯都不会坏。房间。然后呢，这里是衣柜。对对对，27就是那边，然后他去上班就叫他走 Clearview， 他上班前面就是 Clearview 嘛。